这是什么？虫子。这个呢？也是虫子。阿麦，你明明知道，明日一战人数悬殊如此之大，你竟还有闲心雅致在这编虫子？来，编点士兵。 好啊，我们俩一起编。把这个送给你。 这个就是古诗中所说的上古神兽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让它护我周全。阿麦，其实我编的是狗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没看出来。没事，我把它编成神兽就行。不必了，狗也挺好的。 只有你最大，你说是狗就是狗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就要打仗了，睡好觉，养精蓄锐。你也是。 你先走吧。 你先吧。你先。我先走了。活着回来。吴长，我倒是有一招。 你转过来，背靠背，来，这样，吴仗，你也过来。我也来。对，咱们仨，来来，就这样啊。靠好了啊！转一圈试试啊！来，转，直接靠，靠。哎，对，明天到了战场上，我们三个人成为一个小队，我们只要靠近对方，敌人不管怎么打，我们都可以防御，怎么样？啊？哎，是这种可以啊。哎呦！ 你这个好啊，可以防止咱们腹背受敌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么好的招，是不是跟他们也说一声？太好了，我当然愿意了。那劳烦七哥去跟兄弟们说。行，那我跟他们说去。哎，哎，弟兄们，太好了。二蛋，明天在战场上，你一定不会死。阿麦，我信你。阿麦，大哥。 先去帮一下吴长。是。兵权暂由先生掌管。禁卫队，跟我走。是。是。向后引。 兄弟们，拦住匪帽狗的后路！给我冲！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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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阿麦，大军受困，请元帅示下。 撤出野狼沟，未有反扑之势。阿麦，你听见了啊？